相信我，快醒来。老头子给你安排了新任务，准备动身了。哎，您看看，你喜欢哪个？散场啦！不许走！八十八十八十，爽！就这玩意儿，你还当个宝贝呢？准备好了吗？进行属性强化。最近我一直在做。好的，奴家会为公子的神兵重新注入力量，请公子稍作等待。始州城好像已经出现了动乱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动身吧。
今天又给妾身带来可口的灵魂了吗？路上可要小心了。来了，妾身对君可是朝思暮想啊。啊，这就走了吗？妾身还有点舍不得呢。
刚可真险，不愧是朱家。哎，就这么走了吗？哎，您看，散场啦，下次再来吧您。想要进行属性强化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前方就是司命台了，你可要小心了。今天又给妾身带来可口的灵魂了。
自大家主从皇宫回来后，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怪异了，每天把自己关在司命台里，不知道在研究什么。现在二小姐也不知了去向。给妾身带来可口的灵魂了吗？啊，快走吧，妾身要就寝。
疯女人，虽然大家都见怪不怪了，可我还是会好奇，你为何从来不说话？今天咱顺了几散场了，快过来，让我瞧一下。又来强化了吗？今儿个要出发了吗？又打哪儿去、啊嗯？穿过前方的万丈谷，便是天机府了。接下来只能靠你自己了。妾身对君可是朝思暮想啊！加油啊，君兄，你可别让妾身。
身对君可是朝思暮想啊。快走吧，妾身要救妾。啊，命运的轮盘再次转动了，或许这就是天命。朕乃群山，坚不可破。轮盘再次转动吧，轮盘再次转动吧。坠如迅雷，惊破八荒。轮盘再次转动吧。天定天位，万法诸境。有应得。这么大的家伙，你是如何击败他的？就这么走了吗？想要进行属性强化吗？我要今天咱顺了几个宝贝，散场啦。要出发了吗？来吧您。终于要到皇城了。
次又给我带什么惊喜来了？啊，快走吧，妾身要就寝了。可能撑不住了，或许这就是报应吧。我这一生有太多需要忏悔的，最后悔的是在皇后的威逼利诱下帮助她谋害了秦贵妃和黄子兰，但我并没有杀死黄子兰，我把她放进了河边的小木桶。如果她能活下来，现在也应该有25岁了吧。这密函看起来有一些年头了，字已经褪色模糊了，上面隐约写着立冬之前那个贱人和他的贱种都得死。最近我总是做着同一个噩梦，那孩子回来报仇了。想怎么取悦妾身呢？
了，妾身对君可是朝思暮想啊。哦，快走吧。哎，妾身要救妾，你喜欢哪个？散场了，年轻人，下次再来吧。你别来无恙啊，今儿个又打哪儿去啊？今儿个又打哪儿去？准备好了吗？皇帝老儿就在下面了，接下来就是最后的战斗了。旅途可真是辛苦您了，英雄。